通宵自立在电影酒店睡醒了。现在的话是晚上的7:40，马上8点钟了。今天本来想着退房，12点退房，但那个叫多双人间，小舅子走了，就我一个人了，所以说再开双人间有点太奢侈了，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单人间嘛。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行至江之老板刷了个飞机，安排咱在住上面那一处吃点烤鸭。我的天，太感谢老板了，兄弟们！这个单人间的话是50多块钱，好吧。先说不说的，双人间是100块钱，便宜一半的，对吧？就除了空间小一点，哈，一个床，这种房间打游戏很舒服，有空调，配置也很高。想了想，还是这个合适，好吧？在网吧的话，50多块钱也不能上很久啊，好吧？这还有床。现在准备起床了，又准备饿了，好吧，吃上今天咱们吃肉了，吃烤鸭，好吧，感谢老板安排。起床了，精神精神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那个不能喝，喝这个，现在先去洗澡的话不洗了，我每天都是早晨洗，通宵完洗吧，刷牙吧，睡醒之前先刷个牙，洗个脸，好吧，洗个头，主要是拿洗干净的来了。好，现在已经连续坚持刷牙3天了，兄弟们，该说不说的，好吧，挑战到年，如果说挑战年到年成功了，他都奖励自己1年再不刷。有人了，兄弟们，厕所门关门就有人了，等会吧。啊，等会他洗完澡，他刷个牙，我出去今天买点烤鸭吃吧。哦耶！还没玩过，起飞啊！这游戏昨天买了，还没玩。我操！我先打一把，等那个兄弟洗完澡，我再去洗。先玩一把。太贱了，兄弟们！也就400-500米吧，对面就是了。半条腰还是挺好吃的。好可爱！打包带走了，兄弟们啊，不在这吃了，先蹭点可乐啊，不喝白不喝。旁边就是烤鸭，也是那是北京烤鸭，青年公社嘛，我以为啥、青年公社原来是烤鸭，好吧，它是鱼，烤鸭和鱼，我选择了鱼啊，该说不说的，好久没吃了，80块钱，那叫连波鱼啊，80块钱，等会儿吧，你看，这兄弟们，现在已经买好了。刚才他给我放了2双筷子嘛，然后问了我一句，需要几双筷？2双筷子可够啊？我说一双就行了，该说不说的。然后又从这里边拿出1双筷子去，哎呦，我笑死我了。哇，这啥车？这不领克08 EMP 嘛，啊，经常给兄弟们介绍的领克08，好吧，终于看到现车了，啊，还是挺帅的吧，经常在直播间给兄弟们讲，兄弟们看不出来，啊，正好看见了，来给兄弟们讲，看看要怎么看，不行，兄弟们打不开啊，没人这里，本来想给兄弟们。兄弟们，把自立套餐给安排上，路过超市了，好吧，自立套餐不能少啊，回来了，好家伙，还是房间里凉快了，兄弟们，该说不说的啊，先整备一下。兄弟们，现在已经打开了，哎，好久没吃了，之前吃的话是在陕西那边，该说不说的，为啥我这次看着没啥胃口呢？可能是盘的不对，好吧，可能是盘不对，好吧，要了一份米饭，
哎呦，今天忘了买一件东西了，我光买了两瓶红酒，只能就着红酒喝了。我今天消费的话，90块钱用了，敢说不是算是奢侈了，兄弟们啊！开始吃，我切开牛肉，然后吃了鱼，啊，看着反正电视又马上9点钟了，好吧，行，兄弟们，明天见，晚安，巴卡巴卡。